我们今天准备了三种菜。那超年糕店的时候，就是那个哪个秘密秘密，哪个秘密秘密这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辛苦忙，欧巴。亲姑们，欧巴开饭了啊！今天的话呢，我特别仰慕的我的朋友韩国来的，小陈，你好，你好，妹妹，我们刚去马来西亚，对不对？对啊。那你有没有想到我今天请很帅的韩国厉害的师傅过来这边？我没有想到，我就刚开始以为是你要料理，结果你请了一个这么帅的啊、我看过一包大包，里面有六种不同的奥姆克，你可以介绍吗？我们是三斤奥姆克的，拍吃的就是很特别，是这是辣的，很多人喜欢吃辣的那个 riba。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是这里面有花枝。这个呢？哇！你知道我以前那个超年糕店的时候，就是那个哪个秘密秘密，哪个秘密秘密，这是这个。你们真的韩国的味道要的话呢，这个会用也在里面，对对，里面有一包。还有这个今天看的时候呢，每个的看起来不一样的大小，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薄片的话呢，炒的东西用的我觉得还不错。这边的话呢，糖醋的，还有这边的话炸的也还可以啊。还有今天的准备，我们几种菜，三种菜。那我们这张图，我们先准备炒菜，还有油打翻，炒一下。炒过的之后呢，奥姆进去炒一下。加别的蔬菜，什么蔬菜都会用呀。你们家里有的东西放进去，但是我的建议是洋葱跟红萝卜一定要进去。还有这边很重要的话呢比例哦。奥姆克一，还有蔬菜一地的一，还有生糖、酱油，还有果糖。炒的之后呢，青葱。这张是韩国的一个炒的奥姆克，白饭配吃。但是台湾的比较喜欢吃面，所以现在就炒面做好了。这张没有吃过哎，好香哦。最后不用忘记韩国的香油一点点，这张已经好了。这边的海鲜奥姆汤，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奥姆都会用，其实都会用。还有你们韩国吉野市的话，这张对吗？这张对对，这张这个都外面吃的，但是我们家里吃的话呢，这个没有用，直接进去用。这还有我们开始菜萝卜一定要。这还有呢，这个昆布，我的建议是切这张，一半切这张。这张的里面的好吃的起来，对这个的你们有的会用，没有的不要用哟。记得这边有葱。不然我觉得会苦一点。汤底的部分呢，这张放还有10到15分钟，这汤底差不多了，所以差不多这个呢，这个不用了，这个全部进去一下啊，进去，还有别的海鲜也进去。这张进去的时候呢，差不多10分钟，但是我的建议是10分钟以上足够哟，因为太弹得性足够的时候呢，汤底没有出来。哇，这海鲜的香气。看的时候汤底比较白色的颜色有出来哦。加最后的时候加放进去香葱，还有蘑菇，还有呢味道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想要用里面的这个一包油简单会做，我的建议是最后进去，因为这个有一些的香气。还有你们不想要用这个的份的话呢，酱油一点一点，还有盐巴一点一点就好了，不别的东西不用，已经奥姆菇很好吃。然后加一点辣椒粉啊，辣的喜欢的人的话，那这张我们可以开始吃哟。还有奥姆库里面有的这个韩国，你们简单的这张，还有呢cheese 两个要足够的哟，进去这张卷一下。加这张切，不用忘记这边的部分，里面这张进去啊，这张。加这张的准备好了呢，我们准备外面的炸的炸粉，先用中筋粉。这边的一个秘密，葱饼用的葱米粉，这个现在比较有味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对对，糖、牛奶，还有水。OK， 这张的浓度出来的，我们开始炸一下。加炸的时候呢，温度比起160度左右开始。这什么粉？这个是中筋粉，还有这张配进去也可以，但是这张的太普通，所
所以面包丁就这样，就有很像那个热狗，对，玉米卷起，还带一片起来，它已经变成金黄，对，可以出来了，这样不就好了？对，做好了，里面都我们已经做好了的，所以不用那么长的时间炒哟，就这样做工作，这样做好了。讲还有这个的部分做炸肉直接可以吃，但是多一些素食有的比较所以我今天啊一个芥末酱美乃滋甜的一些柠檬汁，这个 mix 做了。不过你应该不可能只做一个吧？今天做一个呀。对对对，同样素食其实已经好吃了，不用调整了。对，哦，这样做好了。对，还有呢今天我们做三个菜，用这个的汤金奥姆克，他们的生意做60年。你们问我这个好吃不好吃，一定好吃，不好吃怎么会卖60年的时间，对吗？所以一定好吃，所以我们一起吃吃看吧。嗯，没关系哦，真的跟韩国吃的一模一样的味道。今天韩文的部分呢，我们两位找一下你们。한국의어묵은굉장히맛있으니까꼭한번드셔보시기바랍니다이스스韩国的鱼板口味很不一样，一定要试试看哟。这里，感谢大家。妻子的，我就是在付钱。他说有钱在外面买，可是这个买不到啊，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做啊。对，我今天是第一次做过的。